疫情影响，桃园机场的旅客量锐减，但是清消作业还是不容马虎。桃机进行是趁着夜间时段派出工作人员吊钢索，好像是蜘蛛人一样，将第二航厦出境大厅的大型公共装置艺术彻底的消毒。他们是用绳索吊挂的方式垂吊在20公尺的高空，花了7个小时才顺利完成。夜间时段，桃园机场出动10位蜘蛛人，将第二航厦出境大厅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。只见工作人员使用绳索悬挂的方式垂吊在20公尺的航厦屋顶下，由于施工难度高，耗时7小时才终于顺利完成。全国进入3级警戒后，桃园机场每小时至少进行一次消毒，这回连高空的大型装置艺术也不放过，派出蜘蛛人加以清洁，不敢马虎。那必须要透过比较特殊的，那这次呢，我们是请了这个国内啊数一数二啊从事这个高空作业的专业厂商，用高空的绳索然后上去做清洁的工作。因为平时航厦作业繁忙，不适合搭设鹰架清消，桃机利用疫情期间旅客减少之际才可以进行任务，要确保国门防疫无死角。记者林朱强桃园报道。